们封了关，把他们。在双方交流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检方前进时利用膝盖发信号进行前进，我方采用搭肩的方式进行前进。在撤离时，我方同时向两侧展开一个警戒，而检方采取一人先出一人后出的方式交替前进。经过双方交流，我们决心采用膝盖撞击的方式示意前进，利用同时向两侧展开的方式实施警戒。没有办法，你可以走。